现在我们打开内测程序，设置一下，点击文件，打印机设定，我们选择 D8-W 这个打印机，然后设为默认，然后退出，好，再点击文件，选择画布设置，将这里的一改成三，设置确定，然后点到设置。选项，将这里的白墨设置改成专色，应用 OK， 然后新建画布，完成内采设置。